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唐佑廷，我今年18岁，我来自屏东。我的兴趣是跳舞、演戏、搁翕相。我的长长是跳舞、演戏，因为我足喜欢表演的，所以我对舞台有足大的希望。多谢大家。我觉得我是红星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台的人，就是我住在屏东嘛，就是有台湾的味道。为什么住在屏东就有台湾的味道？因为屏东在乡下嘛，然后乡下都会讲台语，也会接触到比较多关于台的东西，比如说庙会，然后热闹，然后八家将那些的，对。1, 2, 3